在中华文明的概念远未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早已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这是良渚古城遗址中心的莫角山，是整个古城的中心点，也是当年良渚古国权力与信仰的中心。今天，我带领大家从这里出发。 这是一片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西有崇山峻岭阻隔，天际线亘古不变。北有沙漠和莽原为屏障，而东面与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海洋。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 斜裹着万仞洪流，自西向东而来，流经复杂的地貌，沿途滋养万物生灵，绘制出多样的文明图景。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奠基者之一的苏秉琦先生曾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 虽然各地区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的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华夏文明江河相继，兼收并蓄，多元一体，自绍兴之日起便如此，至今亦然。 最终，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周围多个区域性文化的重瓣花朵式格局形成，中华文明之体系也在此基础上构建而成。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良渚文明。 扮演了弥足轻重的角色。这一文明的核心地点就在今天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举世公认的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地球在大约距今10000年前后。 迈入全新世时期，陆地表面总体温暖湿润，将会受到局部冷干气候事件的干扰。冰期过后，气候如春，海平面迅速上升，世界范围内的海岸线不断被修改，先民的迁徙之路跟着潮水的方向，亦步亦趋。 1100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考古学而言，这是新旧石器时代的划分；以古气候而言，这是冰期到暖期的急剧变化。海水入侵约在6500年前达到最盛。
此时在本区形成了太湖古海湾。此后由于气候波动变化和泥沙沉积作用，太湖古海湾约在5500年前淤积成陆，与海水隔离，其残存的水面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太湖。沧海桑田有遗珠，最新成型的平路之中尚余一片水域留存，那便是太湖了。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太湖是中国的第三大淡水湖。宋元之际的赵孟頫在《吴兴赋》中曾经描写道：“渺渺茫茫，以天为堤，可谓道出太湖之气韵。”太湖自古以来就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水产丰富，盛产鱼虾。太湖古称震泽，有名五湖，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尚书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里也留下了与治水于吴则通衢三江五湖的一笔。今天人们习惯将太湖及其周边广袤的土地称为太湖平原，它北起长江，南抵钱塘江、杭州湾，东面向东海敞开，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向南越过钱塘江与杭州湾，则是宁绍平原，南北之间多有交融，吴与越自古密不可分。近年来浙江又发现了跨湖桥文化和上山文化，从而将文化的源头向上追溯到了10000多年前。而在距今5000年前，良渚文明则是中华文明的星辰大海中一颗耀眼的巨星。太湖的清水是太湖流域文化的摇篮，先后孕育了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样和广富岭文化等史前文明。到7000年前，海平面涨到最高位，人与自然进入了空前和谐的发展期。这个时候，长江下游地区形成了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马家浜文化和浙江钱塘江以南的河姆渡文化。由于一水之隔的亲近地缘，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能在频繁互动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可能一只独木舟、一叶竹筏便能实现交往。两种文化面貌不免呈现出诸多共性，比如以釜为主要吹气器型，构筑房屋多用榫卯和起口技术。古寺阶段的稻作均有长足发展。这两个文化是临水而居、泛稻耕渔的江南文化之根。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南北辉映、竞相发展，在他们之后发展为松泽文化，到5300年左右发展成良渚文化。如此渗透融合，又度过1-2000年，终于渐趋一致，成为后来吴越文化的基础。沧海桑田几千年，今时今日，吴越两地仍保有近似或一致的传统，同声同律、同风同俗，是华夏文化共同体这个大概念里一个珍贵的支流。那良渚文明的源头肯定要到太湖西部或者太湖流域本身里面去找去，它是本地文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因为在这个马家浜文化和骆驼镇文化时期啊，
这一带有那种大型的聚落，这个环壕聚落。另外呢，这个你发现我们发现是很多的这个大型的那个房基啊，房基的基槽很大，所以说我想那个时候马家浜上层已经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发达了，是吧？那过渡到松泽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变革。那这个社会变革最主要的就体现在就是以张家港东山村为代表的，它的这个社会分化呢，应该是从580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张仲培先生看完这个东山村以后，他就是说当时写下了几个字：良渚文明之源。就良渚文明的源头，只能是到松泽文化里面去找。6000年前的松泽文化上升期，人们在陆地上能够获取的生存空间更大了。江浙文化圈连成一体，雏形出现，北至苏北，南到浙南，文化面貌渐趋一致。几千年后，在江苏新沂和浙西金渠盆地的龙游，都有松泽文化遗存揭露，即是明证。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松泽文化是一个大繁荣的发展阶段，松泽文化是迈向文明进程的关键阶段，为稍后兴盛于该地区的良渚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浙江嘉兴南河浜遗址，分别发掘出大型松泽墓葬祭坛，直观反映了当时各分支独立存在、享有共性、尊重个性、平行发展的状态。三处遗址也是松泽时期的聚落核心。我现在是站在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岸上面。那么玉溪河呢，从凌家滩的南面流过。那么我身后的这个片高地就是凌家滩遗址。那么从这里呢往西啊，沿着这个长江往西到湖北的武穴，大概也有300公里。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整个松泽文化圈的一个中心位置。那么以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当年啊凌家滩遗址，那么它作为一个松泽大文化圈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集团的啊一个核心啊，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啊这个在松泽时代啊出土的东西最高级的一个聚落群啊一个遗址。如果从典型松泽文化分布区看，西至湖北武穴，东至上海，凌家滩遗址则正好处于中心位置。距今约5300年左右开始进入良渚文化，流经良渚的东条溪是太湖的主要水源地，良渚的先王们曾经在太湖聚集，沿着条溪一路走来，在这片土地上沿着山岗聚族而居，并开始统一规划城墙和水坝，从而开启了良渚古城千年的辉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陆地面积的扩大，大批松泽族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搬离高地丘岗，迁徙往平原湿地，向河湖靠拢。定居太湖流域的部落无一例外以稻作农业为命脉。这一时期松泽人的稻田面积较小，与良渚时期的大面积垦殖尚有差距。石犁和石镰刀是松泽人的首创，这种改良农具的出现极大提高了生产力，是稻作农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距今5600年到5500年之间呢，一个间歇性的冷期哈再次造访地球。那么这次气候事件呢，使原来啊人们这个赖以生存的采集狩猎的经济模式呢难以为继。那么人们呢逐步从高地转移到了低地，高地上的那些居民呢，他需要寻找一个更加适合水稻种植的场所啊。那么到了5500年左右呢，我们这个长三角啊已经是这个气候凉爽啊，河流密布啊，
沃野千里吧，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大规模水稻耕作的这么一个区域啊，所以呢，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个太湖平原。松泽人依然保有择高地而居的传统，村落间出现大片人工堆土而成的台地，在早已成组的沟槽与柱洞，以便搭建木质架构、茅草覆顶的房屋。独特的台地建筑风格逐渐形成，给后世以深远影响。他们早早掌握了凿井汲水、护水灌溉的技术，将饮用水和生产用水区分开来，实现了最初的用水卫生。他们勤于狩猎，擅长拆解动物的獠牙与肢骨，并一一削磨成器，制成装饰物或者工具，大到渔猎的叉形器，小至用于缝纫的骨针，不一而足。他们不断改良前代马家邦人的斧形吹器，加足成鼎，不仅优化了器型，使用起来也更便当。鼎状器从此大行其道，其中又以鱼鳍形陶鼎和凿形足鼎最具时代特色。他们枯木成舟，眼目为棘，积木成筏，从此河湖水网任驰骋。水上交通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的标志。原先因水域阻隔而沟通不畅的四邻部落联系愈发紧密，人们获取食物的渠道也越发多元，蟹、螺、蚌、虾从水中物变成盘中餐，渔猎与稻作相辅相成，成为支撑水乡诸族生存的重要手段。松泽文化已经普遍使用明器随葬，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多寡已经反映出明显的社会分化。等级较高的墓葬一般随葬玉器。马家邦文化时期出现了玉珏，它是比较单一的一种器型，那么到了松泽文化时期又出现了玉环、玉足和玉簧这一系列的器型。那么玉簧的话，在松泽文化时期它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器型。太湖流域此前单一的用玉隔绝被打破，可视为后来良渚时期良渚玉器大型礼仪之风的先声。松泽人的生活痕迹遍布山林水岸、田间坝上，足音回响近千年，但总体上他们仍只是生活在太湖流域的组织松散的、文化相近的多支部族，各自过着原始意味浓厚的简朴生活，并不受自上而下的统一行动力支配。部族之间因所居处所、所立世事有异，而各自崇拜着不同的神灵。这个早期的聚落群应该是一种和自然条件、自然环境高度契合的这样一种自然群落，但是大概是从松泽文化开始，那么也就是从这个仰韶文化的庙里沟期开始，从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开始，大概就是四千年上下这个时候，在这些群落里边开始出现了中心聚落，群落之间的、村落之间的这个发展不平衡了，里边开始有了政治了，那而中心聚落就大的聚落就会欺负小的，或者就统治小的，把它管起来等等，从而它结成了一种和以前不一样的聚落群，它是变成了一个参与更广泛的这个社会政治或者什么的一个经济一个实体。相当数量的物质开始积累，在此过程中，少部分人拥有了异乎寻常的权威与财富，并在日后进阶为掌握宗教与礼仪功能的领袖。他们掌握神坛，主导祭祀，播撒神意，充当神的代理人。在统一的精神信仰的塑造下，
不同的族群缔结为民族共同体，许下永世盟好、建成兴邦的诺言。人们开始以一种相对集中的力量试生产、破家园、筑城邦，新的秩序在建立。城里边，比如他的居民，据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除了这些高等的、中等的这个贵族之外，他的市民相当大的部分是手工业者。这个和良渚的一个农村村落就不太一样。由此呢，我们就提出了良渚这个社会，它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共产主义、平等平均的社会，它而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度复杂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形态。公元前3000年左右，神州大地上众多区域文化繁盛，长江中游湖北境内的屈家岭文化，黄河下游山东境内的大汶口文化，西辽河流域辽宁境内的洪山文化，都在强势崛起，纷纷发展成控域广大、财富分配与组织能力均非同小可的多等级复杂社会。良渚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史前文明并驾齐驱，无分轩轾。良渚文明是一种神权和王权相融合的统治模式，所以可以称之为神王之国。这个地方是在两山之间的中心位置，良渚人当年在这样一片湿地上用人工堆起了一个高台，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这里是一种天地之中的感觉。良渚文明的这个本质就是以城濮玉礼器来这个维系政权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啊，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这个玉文明。那么这个高度发达的玉文明当然是属于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分子啊，它背后我想肯定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这个认同，只有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认同，然后大家才会这个多元一体，才会兼容并蓄，才会绵延不绝。今日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街道与平遥镇，就是当年良渚文明的核心区。良渚文明畔水而生，太湖是源泉，调溪是脉搏。良渚自宋代便已得名，圣地良渚以东调西为纽带，连通太湖。作为太湖主要水源的东调西，在上游分为三支，从天目山的崇山中流出，上游的山货顺调溪至太湖，则可以运达整个长江下游。如今调溪仍然是一条重要的水路运输通道。完成了从松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善变之后，环太湖流域各族群最终选择了偏居一隅的良渚，来建立辉煌的神王之国。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无从得知，我们不妨进行合理的推想。恰逢秋收时节，各族群的船队云集太湖，共赴盟约。湖中之岛再次化身筑岛的海洋，五湖三江最隆重的典礼蓄势待发。人们分成好几波，有的搭台地，有的架火堆，旗帆齐整立起时，大家互相鼓舞的号子也响彻云霄。而后各族巫师则登临祭坛，施法敬天，整座岛屿都笼罩在神秘肃穆中。最终西边一个部族领袖演绎的法术赢得最多的喝彩与拥戴，大家由衷地恳请他们就此统御诸族，庇佑一方。
在山呼海啸的呐喊中，象征王权的羽冠被戴在这位领袖的头上，新的盟主诞生了。已经拥有了统一的信仰与领袖，此时人们需要一座城，一座能够供奉王、奉祭神的都城。经过多方权衡与商讨，依据南方部族长老的献祭，盟氏诸族最终既定南方，无需披荆斩棘，只要溯条溪而上，就能达到他们世代所居的良渚地方。良渚及其周边地区，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相对宽松，原先只有疏疏落落数处村落，临近河流，背靠山地的人们世代恬静度日。环太湖流域各部族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恢宏的古国王城，良渚古城从此成为各部族信仰的神圣之地。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良渚古国的首都啊，良渚古城。那么良渚人呢，选择在这个地方，东边呢是广袤的平原，可以提供充分的这个粮食供应啊，西边呢这个山上呢它就有玉矿啊，所以呢它在这个物质和精神上呢就能获取这些重要的这个支持啊，从而达到这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这个一个条件啊。我们在钱塘江以南整个浙江山地啊，没有大的平原，所以呢没有大的人群聚集。那么也就是说，良渚人如果定都在这个地方，他从这个南边啊，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外族来入侵啊。那么他只要呢，在这个大泽山南部的这个地区啊，他只要顾着这个东北方向啊，如果没有人从太湖那边过来的话呢，这是一个相当安全的一个半封闭的这么一个区域。良渚人选择在这个地方建立他的都城，我们相信他们曾经经历过非常长时间的考察比较啊和这个规划啊，那么最后呢，他们终于建设成了良渚古城这样一个体量宏大、布局合理、规划科学的千年古城。从考古发现上看，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至大海，北抵江苏苏北兴化一带，西于江苏常州，南达浙江中南部，这其实就是良渚古国的疆域。良渚文明正以越来越清晰的面貌呈现于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华彩历程，有了更丰富的阐释。良渚文明肇兴东南，鼎盛一时，存续千年，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祖型与源头之一。良渚无言，唯有等待后来的我们躬身相询，叩问时光。